衣服拿来。哇，这个衣服这么好看吗？好漂亮呀，广西壮族的服饰，我一身都湿透了已经。来，现场换衣服不太好吧？来，我们现场穿上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，不是广西壮族的一个民族服，我来唱一首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我们的直播间32万人，我们没有给我们的老板点关注，左上角的黄色爱心点点关注，咱有人气票的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来助力一下人气票，来家人们把赞赞一起冲到5000万。来，我们现在老板套换衣服的时间啊，直播间家人们都知道，我们老板呢这次是应该是算是回广西，那现在呢在更换我们广西壮族的服装，然后给大家带出一首就是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首歌曲啊，山歌好比春江水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各个直播间我们全网再分享转发下，再把赞赞往上点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同样我们现场的朋友，广西，刚才我看到了广西本土的很多的观众啊，在我们的现场，当然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，那我们能不能再把我们的现场的热情再热一热？来，我喊一二三，再来一点尖叫声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这就是我们广西人的热情，来，就跟我们的天气一样的热啊！33万人来，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再转发分享一下。来，老板已经穿上我们壮族的服饰了，美吗，家人们？美的话，你们就扣一个美。来，直播间马上34万人，再往35万人回一回。咱们的赞赞现在4500万赞，我们希望5000万赞冲一冲。今天的终极目标是点赞1亿。来，我们1亿的工程又开始了啊！34万人来，再往上上一上人气。现在是服装穿好了，我们还有一个漂亮的头饰啊，家人们，美不美？美！来，34万人了，给我们美丽的老板点点关注。那这个帽子吗？来看这个帽子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老板穿上我们广西壮族的服饰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美丽的广西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来，35万人，直播间左上角黄色爱心，给我们36万人来，壮族的服饰，穿着我们壮族服饰的唐毅老板点点关注，家们。哎呀，完了，我整这么大个仗势，等一下我唱歌跑调怎么办？36万人，唱上40万，老板啊，太好看了，我特别喜欢穿这种民族服，这能送给我吗？走一点东西啊，真的好看吗？好看，确定吗？确定，真的很美，肯定，太美了。他们说，我感觉我唱这首歌能上40万人。来，现在36万人，家人们往40万冲一冲，我们现在赞赞往5000万再冲一冲。呜，我来唱一首。从哪个地方开始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怕、啊。没事，37万人了，来现场的朋友，我不敢唱。山歌，37万人，这个时候我希望人气再往上走一走，好不好？我们冲了40万人，看我40万人看我翻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们也真的是不掩饰啊！40万人看我翻车唱山歌啊，好不好？38万人啦，我们冲40万人，还差2万啊！来，我们唐老板回到我们的老板回到了广西，要带出一首跟广西有关的一首民族歌曲。这个服装已经穿好了，但是我们直播间的人气能不能再往上顶一顶？40万人来，38.5万人，头发可以吗？我都看不到我自己丑不丑，你们帮我看一下。好看。等一下，大家，我的头发没弄好。来，我们现场的朋友直接告诉我们的老板，天南地北，唐毅最美。看，39万人了，来，家人们，我们往40万人顶一顶。来来，师傅站，40万人一起看我翻车，一起看我翻车。哎，我好紧张啊。因为唱山歌，说实话，我虽然在广西读了4年大学，
我也经常听山歌，但是我自己本人唱的话其实是不太好听的啊，但是你们要包容我，我愿意尝试好不好？等一下不要朝我丢西瓜皮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，一首30万人啊，30万人啊，家们，来，我们左上角的黄色爱心，先给我们他一点点关注，还差多少？看看，39.8万，来，还差2000，准备好，没音乐了，来，40万人，我们开始唱，山歌好比春江水。准备好音乐，还没到吗？还没到吗？马上了，就差这么一丢丢啊！来直播间，我们没有分享直播间的，再分享一下。好，还差，差头发。40万了，把个用东西给我这样扎着头发，这样扎着会好一点。现在我们直播间40.3万人，没有给我们唐艺老板点关注的，左上角的黄色爱心，点点免费的关注。没有就算了。接下来我们老板穿着我们广西壮族的服饰，将给大家带来一首山歌好比春江水，来，本土的一首歌曲。现在直播间41.5万人，左上的黄色爱心记得点点关注，亮个灯牌，人气票我帮忙一起丢一丢，来，准备好，山歌好比春江水啊，来，音乐小声点，准备好了啊，42万人，42万人了，来，我们今天把人气再往上，今天突破一下，真的能破50万吗？家人们，啊，可以，来，准备好音乐，不会跑调吧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来，好听的跟我扣一波好听，虽然我知道我唱的不怎么好，但是我尽力了，我差点破音了，但是我压住了。接下来我就穿这个衣服，我想来一首最炫民族风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最炫民族风，来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来，准备好，